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刘凤晓。今天啊，先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医里面的减肥名方，叫503。不管你是啤酒、游泳圈，还是水桶腰、萝卜腿等等，这个方子一用上，同样利水，很多呀，沉重滞涩感、水肿胀闷等感觉啊，都慢慢的化解了。方子组成也比较简单，有茯苓、猪蹄、泽泻、白术和桂枝，共5味中药。我们可以一起了解一下。首先，先来说说桂枝。我们讲，肺人是不是都是浑身有点沉重啊？这其实啊，就是湿气。肺人多痰湿，所以治肺先治湿。那么，桂枝入心，心肝发散为阳，可以强壮我们的心脏，能够温阳除湿，相当于啊太阳出来了，万物干爽。那白术又是干什么呢？白术能够健脾祛湿，而且脾主肌肉。我们看很多肥人呢，一伸手手啊都比较厚实，但是呢却软绵绵，没有一点力气。那么白术一下去，脾气渐运，水湿在身体里面就留不住了，而且呢能够强健你的肌肉，强健你的力气。最后茯苓、猪蹄还有泽泻，这是干什么的呢？这3味药相当于给尸体的找了一个出路。其中茯苓、猪蹄能够利水通小便，而泽泻能够将全身上下的水啊都收集出来再排泄出去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一泻千里。所以5035味中药桂枝能让上焦心脏的水气活起来，白术能让中焦脾胃的水气活起来，再配茯苓、泽泻、猪蹄能让下焦的水气排出去，上中下三焦水气通畅，自然呢就不会有多余的水气积聚了，身体的沉重、肥胖等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并的改善。所以，到底哪类型体质的人适合用503呢？首先，第一种肯定是肌肉松弛、浮肿、喝水都会胖的人，503能够让多余的水气、水湿、肥胖、赘肉都消除，让你呢身体轻松，腿脚灵便。第二种，眼袋很大的人，像一个卧蚕在眼睛上面。中医上讲啊，诸事中脘皆属于脾，这种啊也需要健脾祛湿利水，可以用到503了。第三种，如果你整天工作啊都感觉到头痛、抬不起啊，非常困重、很疲乏，这也是啊水湿太重。同样也可以参考503。如果你不仅肥胖，身体感觉沉重疼痛，而且还总感觉口渴，但是呢无论怎么喝水都不健康，503下去，取酒水生心水，口渴立马就缓解了。最后还有一种，如果你有各种的记忆问题，像是心包肌、胸腔肌、腹腔肌啊，或者盆腔肌啊、关节腔肌等等，凡是跟记忆有关的，503都能用得上。总之，503号称是祛湿第一方，也是有名的减肥名方，尤其是针对水湿比较重、水胖、腹痛问题，都有很好的改善。而且呢，503现在研究发现，具有保肝利胆、利尿除水、降脂降压的效果，用途相当的广泛。大家知道了吗？